腾讯体育讯，北京时间8月29日2018雅加达驻港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表演赛第三日，中国队 CHN 和韩国队 KOR 在决赛中再度交手。小组赛中国队曾惨遭双杀，现重整旗鼓后向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首金发起冲击。首局比赛中，刘世宇 ID MLXG 赵信前期频繁进攻中路，成功压制了李湘和 ID FAKER 瑞斯发育。虽然韩国队韧性十足，多次寻觅机会反，但是中国队以酣畅淋漓的团战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比赛，中国将针对重心从中路移到下路，前期局面极为有利，但韩国队通过连续的耐心蹲点以及高东斌 score 先觉得良好发挥扭转了局势，双方战成1-1平。首局宝狗战术奏效，首局险胜 UDI 维鲁斯天神下凡。上场阵容，中国队上打 Let me 严君泽，打野 MLX 君刘世宇，中打西苏汉伟 ADC Uzi 简自豪，辅助宁史森明。韩国队上单 KM 金基人，打野 SCO 高东斌，中单 Faker 李湘赫 ADC Ruler 朴赞赫，辅助 Crew 曹荣仁。双方 BP 本局 KOR 在蓝色榜， CHN 在红色榜， KOR Ban 青钢影、加里奥、牛头、盲僧、奥恩、Pick 瑞兹、寒冰、布隆、凯南、旧头、CHN Ban 剑魔、阿卡利、巨魔、船长、杰斯、Pick 维鲁斯、露露、洛、赵信、黄子。精彩回顾，比赛前期两边打野均选择红 buff 开局，屡屡前往下路尝试 gank， 七分钟时两边中野对拼，赵信先行击杀瑞兹后被酒桶收掉，与此同时凯南单杀皇子 KR 人头小转，赵信再度光顾中路，瑞兹无奈阵亡，皇子也欧尼路遭遇三人围杀，赵信则趁机收掉火龙，其后再度与露露配合再次击杀瑞兹。比赛中期上路野欧赵信先手发动进攻，两边多人快速支援，最终这个长达1分半的追击战以 CHN 打出2-3-2告终。之后下路爆发战斗，黄子传送支援下路 CHN 打出1-2，凯南单人推掉上路一塔。13分钟时双方经济基本持平，野欧赵信贪婪 buff 遭遇自然包夹阵亡，维鲁斯推掉上路一塔作为补偿， CHN 趁势拿掉峡谷先锋。比赛后期赵信稳稳控下风，龙 CHN 连拔中下两座一塔，寒冰大招控制住下路单带的皇子， KOR 上夜赶到击杀皇子， CHN 四人抱团中路推进，击破中路二塔后落果断开团， CHN 打出0-2后在23分钟时稳稳收掉大龙，但经济依然没有拉开，随即利用大龙 buff 牵扯，在26分钟是推掉所有外塔，瑞兹灵性开车留人，韩冰完美输出 KOR 完成团灭，在28分钟时经济差距堪堪领先 3K， KOR 尝试利用凯南单带拖延，但 CHN 抓住时机，凭借人员优势果断开团完成1-3后推掉中路高地，其后双方围绕大龙拉扯时 CHN 及时察觉对方偷龙意图，为鲁斯爆炸输出收获三杀后 CHN 一波结束了比赛。第二局加里奥有成梦魇韩国扳回一城，上场阵容中国队上单 Let me 严君泽，打野 MLX 君刘世宇，中单 XIYE 苏汉磊 ADC Uzi 简自豪，辅助宁史森明。韩国队上单 KM 金基人，打野 SCO 高东边，中打 Faker 李湘赫 ADC 2朴赞赫，辅助 Crew 曹荣仁。双方 BP 本局 CHN 在蓝色榜， KOR 在红色榜， CHN Ban 维鲁斯、瑞兹、剑魔、船长、巨魔、 Pick 阿卡利、旧桶、卡莎、虐刀、猪妹 KOR Ban 青钢影、露露、洛、塔姆、莫丹娜、皮加里奥、牛头、寒冰、千珏、慎。第二局双方 BP， 精彩回顾。比赛前期中路一波凶猛对拼后，
坚决配合传送回血的加里奥击杀女刀，坚决在四分钟时斩获一血。其后两边多线各自和平发育，九分钟时朱妹游走下路，阿塔利传送支援 CHN 无损击杀三人，局面相对小优 KO 而偷掉火龙。女刀则赶到下路，配合双人组完成越塔强杀。CHN 前期节奏十分顺畅。比赛中期 ,KOR 四人在13分钟时集结下路击杀 CHN 双人组。朱妹则趁势拿下峡谷先锋。随即女刀在中路和大处遭遇埋伏不幸阵亡。KOR 顺势击杀风龙，阿塔利单人推掉上路一塔。20分钟时 CHN 领先 2K 经济。CHN 持续进攻中路一塔未果。24分钟时 KOR 四人蹲伏中路草丛击杀酒桶后收掉火龙。比赛后期 KOR 八团率先推掉中路一塔，中路两边遭遇战后 CHN 全员残血撤退，但再也是强开牛头，坚决大招进攻。 KOR 以一换四的优势团战轻松收掉大龙。经济在30分钟时初步反超 3K， 凭借着兵线优势KOR 击杀第三条火龙 ，CHN 下路三人抓单遭遇反杀 ，KOR 依靠着火龙的伤害积累和大龙 buff 从上路强行推进，打出团灭后推掉了基地。第二局赛后数据 ，Figure 获得第二局 MVP， 本小黑羊。